旅美投手陈伟英今年五月初因为手肘不适进入伤兵名单，并且接受高浓度血小板血浆注射治疗。经过四个多月的复健之后，九月四号在教练团安排之下，从牛棚出发担任中继。教练团这边也有蛮关切的去，就是每一天都会问我的感觉啦什么的。那自己觉得就是目前状况感觉起来，其实慢慢已经有改善很多。那而且投球的感觉还有尾劲那些，其实也慢慢的找回来了，所以觉得大致上是不用去担心那么多。陈伟英回到球场，四场比赛总计六局投球，仅被敲出两支安打掉一分，复出之后防御率 1.5。 另外美国时间26号，他也利用球队移动到西岸的空档，提前到洛杉矶向名医 Neil Electrachy 报道，进行复出后的检查。就防御球季已经快结束了，那反正就是为明年做准备，然后先给医生看一看。其实也有蛮多地方自己还是必须要再去调整跟适应的，那希望一切都是健健康康的这样子。陈伟英希望透过检查了解自己投完这几场比赛之后的身体状况，并没有外传的开刀打算，预计球季结束之后在10月中返台。